延遲了二十幾年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自行立法恢復啟動。時代變遷，當年起草基本法的時候，時勢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國家安全問題成為不單止是中國，包括香港特區，而且是國際上的重要課題，不能不做。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時事大破解。最近最大的香港新聞就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自行立法恢復啟動了。我用恢復啟動是因為之前有很多歷史的淵源呢，到今天是再次拿出來，希望這次會成功了。好了，請嘉賓跟我們談一下，從歷史到現在看看怎麼看二十三條立法。今天我們嘉賓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你好啊，這個題目找你上來真的好了。想當年的2003年第一次23條要香港自行立法，後來是被受到阻礙，最後被迫撤回的。當時你是立法會主席，沒錯。說回這件事，有沒有少少回憶呢？禮拜三開會，禮拜一董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政府撤回了。咁後來我先知道，本來係支持嘅，因為即係各個黨派咧，幾個建制黨派咧都係支持嘅。咁啊，亦都喺行政會議裏邊咧，佢哋係通過咗。咁但係後來就自由黨咧就準備棄權。咁你知道我哋嗰個投票方式咧，如果棄權同埋反對都唔計嘅，淨係計贊成。咁贊成如果唔過半數咧，咁就通唔過。咁當你自由黨棄權嘅時候，咪即係同反對冇分別嘅，咁咪唔夠票咯。咁所以董先生要撤回，咁我哋咪立法會就嗰次就冇辦法再繼續落去啦。所以一拖就拖咗二十幾年，係啊，而家先恢復。冇錯，冇錯。不過喺個過程裏邊咧，就將嗰個23條咧妖魔化得好緊要，即係尤其一啲嘅反對力量的傳媒呢，即係做了很多很多新聞啊，咁任何人你夠膽話要立廿三條嘅，即刻就去想盡辦法嚟到令你難受噶啦。咁我都係其中之一啦。不過我覺得對我嚟講，我呢啲係我哋應該要盡嘅憲制上嘅責任嚇，所以幾時立法都係應該嘅。咁啊，於是啲蘋果咪對我就梗係唔係幾好啦，係嘛？當時嘅蘋果啦，係啦。當時嘅蘋果啦，咁不過我覺得其實有好多人都好似我咁，即係覺得應該做嘅你就要做，你有責任噶嘛。中央係信我哋，信香港特區，所以喺個基本法裏寫明自行立法。係國家安全嘅嘢，邊度有俾一個特區嚟自行立法嘅？你睇下，全世界古今中外都冇。冇噶，咁呢種就係一種即係非常之嘅信任嘅心。咁我哋而家就即係好醜，廿幾年嚟咧，佢係信錯咗我哋。不過唔緊要，啊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啊，講翻嗰個往事咧，即係真係可以一個好大嘅古仔，即係年輕一代咧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嘅。稍微年紀大嘅咧，都會知道當時。我記得當時所有嘅關鍵轉折就喺之前，即係三星期三之前嗰個星期六晚。自由黨放出政外消息，即係通知董生就話：我哋唔支持啦。咁啊，佢又計個數，政府又計個數。佢知道自己個唔支持咧，少咗幾票咧，係關鍵所在。係令到你過唔到嘅，咁結果董生就星期日就做呢個決定。之前仲有啲古仔嘅，係嘛？即係自由黨去完北京見完港澳辦之後，翻嚟先反而出現咁嘅事喎。嗱，呢啲古仔我哋今日唔講啦。咁啊，如果大家想聽古仔咧，我哋揾個機會咧，揾有關人等，睇下可唔可以揾到阿田生上嚟，我唔知啦嚇。咁即係好啦。我哋今日唔講咁多內幕嘅歷史故事嗱，即係話你講起話，即係對香港人個信任。我哋呢個節目都講過呢個廿三條，你唔係第一位啦。
我都講過就係、是，其實成個事咧關鍵嗰兩個字，正如你講嘅，就係、是、自行嗰兩個字。一旦自行立法咧，成件事係完全做起上嚟係兩回事嘅，係嘛？即係冇人話一個地方，但特區政府可以去為國家安全立法啊，尤其是咧普通法同中國社會主義法規咧係兩回完全，即係唔係好相同嘅系統。呢個是大問題嚟喎。係啊，但係即係當時我覺得可能即係起草個委員會啊，同埋中央啲領導都覺得你一國兩制，可能你哋嘅環境同我哋環境咧，即係社會主義底下嘅情況係有所不同。咁啊，一方面又覺得大家都係中國人，你哋一定係有呢個咁嘅心㗎啦，咁交俾你做。另外咧，亦都可以你喺香港立法咧，你亦都有個機會咧。其他地方嚟香港做生意嘅，即係國際嗰啲人士啊、外國人啊，咁佢都有機會表達意見，符合適合你香港嗰個環境嚟做，咁所以係一番苦心嘅。不過好可惜就即係遇到一啲係估都估唔到嘅會發生嘅事故嚇。嗱，講起自行立法呢四個字咧，有啲限制嘅。我自己都做諮詢委員會咧，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咧，即係本來呢個第二章中央特區關係咧，係得22条嘅啫，冇23条嘅。去到最後階段咧，就講呢個國家安全啲條文點樣放落去。嗱，第一個問題值得當時有限制就係、是、當時中國未有一個完整嘅國家安全法，咁就散佈喺啲刑事法規入邊咧。你好難話執幾廿條塞落去附件三在全國性法律噶嘛？嗰啲係內地嘅法律喺香港實行，好大問題。第二個咧就你未回歸又點樣自行立法咧？係嘛？你仲係港英年代嘅立法局嘅時候，佢冇辦法自行立法噶嘛？所以兩樣嘅限制咧，都係令到當時做呢樣有啲困難。我諗你做。做過主席同埋做人大常委，你應該明呢個道理。我明呢個道理，咁亦都係即係好多謝佢當時咧係考慮得咁詳細。因為其實我唔寫呢個23条冇事過，我需要立嗰陣時，我咪擺落附件三咯，係可以噶嘛。不過呢個23条咧，其實就一方面表示咗啊，即係你哋嘅事咧可以自己管嘅，我都俾你自己管翻。對香港的一種信心，另外一方面亦都考慮到咧兩個制度、兩地嘅制度係完全不同，所以咧係即係考慮得幾深入。咁你係諮委會啊，咁你當然亦都有參與其中啦，係咪？咁我相信當時你哋冇人估到係咁嘅。係嗱，包括事後，我最近都喺節目都講就話，成個呢20几年嘅歷程咧，雖然係推遲咗，但係嗰個過程咧。都係一國兩制一個非常之有說服力嘅一個示範嚟嘅。你2015年國安法即係國家嘅國安法、國安全法出嚟咧，如果你要香港行，你大可以擺落附件三咯，咪全國法律香港實行咯，係嘛？冇做到，係到2019年出咗事之後，不得不要做呢樣嘢。不過佢唔係將嗰個法。例搬過嚟，就係一個叫做《港區國安法》，即係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冇錯，嗱，嗰個就放落嚟，就幫你香港度身訂造嘅。係，咁即係始終即係我嘅感覺就係你發生乜嘢事？2019年咁兇險嘅事，嚇前邊又佔中嗰啲事，又有嗰啲政制嘅爭論，但北京始終好清醒、好堅定地話一國兩制。都係唔會將簡單地將全國嗰條國安法就擺落嚟。係，嗰其實全國嗰個國家安全法咧，係真係唔適合擺落嚟，擺落嚟就真係會好大亂噶啦。因為同我哋嗰個法律系統啊，格格不相入嚇。咁同埋佢管有啲嘢咧，我哋香港係唔需要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呢一條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咧，其實就好符合同我哋嘅即係同我哋嘅法律咧係銜接嘅。而且咧，我哋法律裏邊嗰啲嘅原則咧，佢全部有曬嘅。啊，咁即係
最好笑咧，就話嗰啲西方嗰啲評論人員咧，就話呢個香港國安法咧就違反人權嘅，根本個法律裏邊都講明一定係按照基本法裏邊保障人權，即係兩個國際公約，係兩個國際公約都寫明喺度啦，即係表示咩咧？佢哋係冇睇過，淨係中意鬧啫，淨係中意批啫。唔係，佢都睇過嘅，啊，佢都睇過嘅。不過咧，薄啲一般市民唔理，啊，即係各個輿論界唔理，就話你冇啫。偏偏相反，正話你講個全國嘅國安法咧，就真係冇呢個兩個國際公約嘅。咁但係喺憲法裏邊有唔係國際公約，但係有保障人權啊嘛。嚇，冇錯。憲法裏邊有啊嘛。咁而且即係你憲法有嘅嘢喺國家嚟講。就不需要再講國際公約了，而且國際公約國家係已經簽署了嘅，呢啲佢就一定係會承認噶啦。不過講翻呢一樣嘢，我亦都想提出個小點啊，就係咧，無論係喺基本法寫或者係聯合聲明寫，都係講得好清楚噶嚇。嗰兩個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嘅，而兩個呢個呢句説話咧喺我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裏面都有嘅，咩叫適用於香港呢？就是英國統治我哋嘅時候，有啲地方佢認為係香港唔可以做嘅。不過而家其實我哋都做咗噶啦，但係睇翻歷史咧，就知道原來而家喺度話俾民主我哋嗰個英國咧，就係當年唔想香港有任何民主。咁所以即係嗰個港區國安法其實。是很有意思的，可不可以這樣說，就看著基本法，看著香港法律度身訂造來寫，是適用於香港，即是為香港，即是為香港度身訂造，可不可以這樣理解？絕對是，可以說就香港那時候就亂糟糟，即是一個病人病到亂曬大龍了，這個就一劑藥就是救命的，但係救完命之後，我想保存佢呢個人嘅健康啊，我必須有其他嘢嚟保存噶嘛。咁而家呢個落實基本法再更新，譬如話社團條例啊，官方機密啦、刑事罪行啊，呢啲咧全部其實冇更新過㗎、落曬後㗎啦。咁所以喺而家呢一次做埋佢，呢、這個就令到我哋呢、這個。香港可以正常地生活，不受一些外來勢力的威脅，他們現在其實都還在這裡，我們沒辦法趕他扯，就算他不在香港，他都可以透過網頁、網絡等等來到洗我們年輕人的腦，那些外國的境外的分子，就算他抵觸你國安法，你都是驅逐出境而已。咁唔係嘅，呢個就睇要睇情況而定啦，係咪？咁你如果你係間諜，咁你點可以驅逐佢出邊境啊？嚇，睇情況而定。但係我覺得就呢啲係我哋嘅保障啫，其實係最低程度嘅保障。嗱，我哋飲杯茶翻嚟，繼續傾呢個問題。歡迎繼續收睇《時事大報解》，我哋今日嘅嘉賓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Rita。嗱，我哋正話飲茶前都講咗一啲歷史啦。嗱，放翻帶回帶睇翻，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就係、是，如果2019年前甚至更早嘅時間，23條已經自行立法係做咗嘅話，可能未必需要有一個所謂維護國家安全法，即係嗰個港區國安法，即係度身訂造嗰個，可能未必需要咁樣咧。咁呢個就機會好大嚇。當然我哋唔知道，就即使喺2009年之前就過咗嗰條法律，咁嗰條法律係點樣樣嘅嚇？咁因為當時阿董生時代嗰條法律咧，其實佢哋真係好，即係好。好肯聽各種意見，到最後咧，因為傳媒方面有啲意見咧，佢哋仲有3條咧，好
有啲弱勢力嘅咧都攞走埋。即係掹咗三隻牙啊嘛，當時叫掹咗三隻牙。嚇！咁即係冇牙老虎，真係叫冇牙老虎。嚇！咁但係咧，即係一路如果我哋係有嘅咧。咁你睇下入有嗰條法律咧，可以修改啊嘛。嗯。嗱，咁你澳門入咗落咗2009年澳門就立咗嗰個國安法嘅，咁而家都修改過一次，咁啊時移世易，咁所以咧，好可能我哋如果係真係有一個呢個國安法咧，咁好可能我哋就唔使話咁講得俗啲叫瀨氣啊，當時都唔知點算好啊。咁所以咧就必須要。靠佢中央嚟救我哋啦，真係救我哋噶嗰個法，個法律一出咧，啲即係市面上就平靜咗好多。咁而且嗰啲人咧就有啲就唔識走啦，仲以為自己好威，於是而家就冇咗自由啦。但係有好多走咗啦，又有啲咧一見到嗰條法律草案啫，就已經唔出聲啦。嗱，所以就話即係所謂冇有組織冇乞衣啦，即係嚇，但係。真係有呢個情況，即係真係倒帶嘅話咧，唔單止可能係冇乜，唔一定有個需要必須要整一個港區國安法。可能2019年發生嘅情況咧，亦都冇去到咁嚴重喎。咁唔單止係2019年啦。嚇！仲有前仲有2015年啊，2014年啦，2014年嗰個佔中啦，國民教育啊咁嗰啲。2016年嗰個旺角暴亂啦，呢啲咧都可以有啲。即係特區政府都可以有少少，有啲法律上嘅制約啊，係有啲制約，唔係咧，即係搞到即係嗰幾年都好難過。坦白講，而影響到嘅係一啲嘅，譬如我日日要翻工，我要搭公共交通嘅嗰啲，真係好辛苦㗎嚇。講翻轉頭，講翻而家，正如你講過啦，而家個諮詢好公開、好詳細嘅。真係最簡略嚟講，同當年嚟比，即係阿湯家華都上嚟呢度講過話，有啲已經過咗時嘅啦。係啊。係有邊啲係最關鍵，你不得不改動嘅咧？你啱啱我講咗啦，即係社團條例啦，嗰、那個刑事罪行啦，官方機密啦，即係。呢啲係傳統，以前一路都留落嚟。一路落嚟冇乜點，冇乜點掂佢嘅。但係而家嘅情況係同舊陣時完全唔同噶嘛。即係以前邊度有話樣樣嘢喺個網上㗎，係嘛？要寫噶嘛，啊或者播音啊，而家唔係啦嘛。即係而家講保密同以前講保密真係兩回事。冇錯，冇錯，係啊。所以係有需要嘅，所以我就覺得唔係淨係落實23條咁簡單，而係有需要將我哋啲。舊陣時過咗時嘅嘢 update， 即係符合翻而家環境嘅需要啊嘛。咁其實就保障我哋咯。咁你有呢啲法律喺度，啲人就唔會搞事，唔會搞事咪保障我哋可以正常咁生活咯。嗯，其實所謂話即係過時，要與時並進，要修改，全世界都做緊喎。係啊，即係唔係淨係中國同埋香港特區喺度做緊？英國、美國等等。都係做緊呢啲加強國安法嘅嘢，而且話到明，針對嘅就係中國，係嘛？嗱，即係我哋講過，話美國有21條，你話唔止21條。香港而家自行立法咧嘅23條咧，要拖咗20幾年。美國9/11之後21日，美國就立一個愛國法律。有一位教授同我講，有一位美國教授同我講，就話。從特朗普開始到而家拜登咁多呢啲10年8年咧，除咗法例之外，即係針對中國嘅法例之外，仲有議案啊、國家指令啊等等，加埋幾多條咧？係超過2000條，係嘛？即係你咁嘅政府嚟話香港冇曬自由啊乜乜乜啊你？話你太硬太強硬，即係好搞笑咯。根本上咧，就係佢成日由朝到晚咧，都係諗住點樣樣咧去計算人，因為佢計算人咧，佢又驚人哋打翻佢轉頭，所以佢要立咁多保障自己安全嘅法律。咁但係咧，當人哋
想立翻少少都保障翻自己咧，咁佢又唔中意，因為好簡單啫嘛，我就冇得再嚟呃你啊，氹你或者傷害你啦嘛，你有啲咁嘅法律喺度，我梗係反對啦。佢係唔需要講乜嘢雙重標準、多重標準，佢只係一句説話：以我為大。冇錯，北京有位外交官員咧講一句就話：人哋裝咗幾十把鎖，咁我哋裝一把鎖。有什麼問題呢？為什麼有這麼大問題呢？我想就正如你剛才說，是吧？喂，可不可以說，現在說打仗都不只是飛機大炮，網絡啊，其實這些國家安全的爭論，其實政治上都某程度是一場戰爭，是吧？可以攻擊你，攔住你，不讓你來攻擊我，不讓你來防我，那就是戰爭一樣，是吧？沒錯，不不是用炮彈嚟到滲入，然後嚟到破壞，然後嚟到令你弱，必須要臣服於我。用其他方法，其他方法網絡是一個方法，另外一個方法仲得人驚，細菌戰，研究一些細菌出嚟喺你嗰度。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咁所以咧。你即係當人哋話要攞我哋中國人嘅 DNA 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要警惕啊！因為有你嘅 DNA 就可以研究即係發展一啲嘅針對中國人嘅細菌出嚟咧，淨係對你呢班人先至有效嘅啫。所以係其實係好可怕嘅，唔係飛機大炮啊！飛機大炮我哋可以防得到，但係好多陰陰濕濕嘅嘢咧，你防唔到噶。譬如話入去我哋嘅海關嗰度啊，咁啊話係食物咁，點不知攞出嚟裏邊一隻隻蟲仔，一條管仔裏邊啲蟲仔，嗰啲蟲仔咧係害蟲嚟嘅。如果等喺個田裏邊咧，所有嘅植物咧就會失收嘅。咁你咪糧食有問題咯？你糧食有問題，咁我哋14億人口咁點咧？所以其實中國政府就好多。即係好多措施啊！佢而家咧儲糧有一年半嘅糧，如果就真係全部都失收咧，仲有一年半。如果你冇咧，咁你就慘啦！四大糧商啊，三個係美國嘅，一個係法國嘅，佢就會將個價錢提到好高，將你嘅國庫全部攞曬去。所以你個成日覺得話人哋，人哋唔會嘅，冇啲咁嘅事嘅。而家呢個世界，如果太天真就係。自己害自己。嗱，而家呢個全球一體化咧，嗰啲大家之間嘅距離越嚟越近，啲間隔、啲障礙、屏障越嚟越少。咁呢個都係大趨勢。而家美國要搞單邊主義咧，其實係調翻轉頭，係要等你自力更生，我又自力更生，都係咁啦嚇。嗱，咁呢個同嗰個國安法而家嗰個咁多即係咁多障。屏障啊，其實係咪有啲矛盾嘅咧？嗱，每一個國家，正如每一個個人，都有權保障自己嘅安全嘅。啊，呢個係大家要承認嘅。咁當你保障自己嘅安全嘅時候，冇人會怪你噶嘛。但係當你保障自己安全，又不准他人保障佢安全，咁呢個就唔合理啦。呢個就叫做霸權啦，係嘛？咁我哋而家其實香港嗰個立法咧，只係想。不想再有2019年那一段時間那種的令到我們民不聊生而已嘛，是如果他要罵的我預估他一定罵即有些直情毫無知識的好像那個英國的個外相和 Patton 兩個說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我想他有沒有看過中英聯合聲明裡面他英國人說的話真的很少的而我們中國所說的全部已經在基本法裡面那我們絕對沒有違反基本法所以如果要說回頭我就覺得我們不要再去迷信說西方的價值觀才是好的價值觀我們應該尊重自己保障自己是我們應得也不需要因為別人的在這裡謾罵或者批評覺得不安心我們沒有什麼需要擔心你說、它影響我們經濟它不讓我的貨物進去怎樣都會發生的你覺得對說到底如果有人香港譬如有人擔心
人不滿或者有人疑慮等質疑等等咧，最大嘅影響因素都係就係講啊價值觀，即大家去啲價值都唔同，係嘛？你話個橙好，你話個蘋果好，嗱咁嘅情況之下，點樣令到社會真係最大限度接受？真係接受認同我哋呢個別無選擇，必須要做廿三條立法。咁我諗只能夠咧呢啲咧，一方面你可以解釋，你可以將個情況講清楚佢。但係咧，有啲人咧，佢係有種唔信任嚇，唔信任政府啦，啊唔信任一啲嘅建制嘅議員啦咁。其實你不需要信任何人，你只要自己去看法律，然後你話我中不中，我相信100個人裏面 99.9 個都是不中的，我們只有 0.1% 才有嘢覺得話啊，這樣我可不可以繼續亂嚟了喎？咁亦都冇咩唔好啊。所以你話我點樣可以令佢哋啊覺得呢樣嘢係應該做嘅？我諗唯一嘅方法就係你諗翻下，你係咪想俾呢啲咁嘅外來勢力荼毒你嘅下一輩？你係咪想俾呢啲外來勢力搞亂你香港？如果你唔想嘅，呢一套就係保護你嘅方式。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 Rita 同我哋傾偈。多謝你。時事大破解，下回分解。